始在前面那边乱立 flag， 说什么要走完这边。现在逼不得我们，就是觉得要走完才会有圆满的一天，不然这样回家会提莫减不睡不着。然后呢，给你四颗骰子，你又给我骰七，这种两颗骰子就可以完成。OK， 让我骰七就算了。OK， 那你骰个台式辣味，你不敢吃辣，那这个东西我吃。C42848Bessy， 嗨大家好，我是真。久违的我们又来到了骰子决定一天，没有错。这次游戏规则呢，我们跟第一集是一样的。Yes， 我们呢会自己选择我们要买什么店家，但是买什么、什么品项、什么类型，全部用骰的。对，那第一餐呢，我们刚刚已经决定好了，我们决定来吃 7-Eleven。来，那我们从它的官网上小七食堂点进去，总共有18个品项，但第一个不是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总共17个品项来骰。然后我们这次呢，准备了4颗骰子，我们骰子的总数呢，一定会超过我们的品项，这样子多的那些就可以直接轮到前面。没有错，来吧，还是再摇一下，见真章啊！好，就是这样，12点。15、14、13、12，关东煮哎，关东煮品项里面呢，总共有25个选项，那我们就直接4颗骰子要来筛好。哎，你要买几个？2到3次应该 OK。好，好吧，既然都出来了，最后面那个是13，13，哎，也是13哎，13哦，那你要买2个啦。还要吗？还要吗？现在还不知道13什么，你要先数。没关系，我通常都喜欢直接下好离手，6、10、14，好，所以你两个13，一个14，你自己数。啊，墨鱼风味丸跟飞鱼卵还不错啦，还不错。来，17个品项，只有十七，最后一个品项是超值组合。好，来，现在那个超值组合里面有45、55、65、75的选项，一颗骰子先骰。好，有就好了。45最便宜。对，45的选项呢，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颗，两颗骰子。8蓝莓乳酪三明治。那然后来配饮料。然后对，你的饮料有29、29个品项，4颗吗？应该是要5颗。4、6、4、24。你就甩吧，我们记忆力跟数据。哦哟，13、10、15，原萃、冷萃、金萱乌龙。金萱乌龙，赞哎！好，我要去买。好，有点悲剧啊，悲剧。对，因为我们发现现在那个 Seven 很多关东煮都换成卤味了，对，是没得卖。然后蓝莓乳酪三明治也买不到，烦呢。跑2家了，我们再给自己最后一个极限，最后一家。如果那家再没有的话，我们就没得吃哎。最后一家，我们的希望。OK， 我们出来了。那一家果然没有辜负我们的期望啊！蓝莓乳酪、冷萃乌龙、金萱乌龙。对，但是哎，那个关东煮连锅都没有。所以呢，我们前方刚好麦当劳。我要去吃麦当劳，我要去吃麦当劳。画风一转，突然很爽哎、欸。对啊，你就慢慢看我吃饭，你看你这15块，那你还是要骰呢，还要骰。我应该是不买，因为我吃不完。好，这边我们刚刚已经数过，总共有11个品项，然后我们也下载好我们的骰子了。5、6、7、8、8，5、6、7，其他家给我可中，哎，新品哎，4、5、4、5、4。组合跟单点啊，那你就骰啊！我想喝饮料，所以我希望是奇数。好，3，好啦，6、12、13、11、12、13啊，这个蜂蜜奶茶还好哎、欸，奶茶。听说是要搅拌的，蜂蜜在最底下。这是蜂蜜味很重的奶茶呢。还有一个。鸡肉的味道，我其实没有在麦当劳看过这种品项哎、欸，我也是第一次吃。对啊，不知道是不是新的，还是已经很久了。偏干，然后外面那一层比较偏酥酥硬，我自己还好。如果来麦当劳点那个，我会觉得没有必要。对啊，来冷萃这个，我本来就超喜欢喝的，它就是怎样？得比得高山泡茶的味道，我超爱的，推爆！我之前很常买，然后这个呢，我好像吃过，但我可能没有到很喜欢。我觉得还行啊，我想吃点甜的还可以，但那个奶油没有到很喜欢。
到下午的时段了，来到下午就要来点饮料吧，没有错，而且要很多料的那一种。来，那我们现在搜寻好附近的饮料，嗯，我们就一颗骰子，对，一颗骰子，你来吗？我们就同一间好了。好啊，三、四，来四个点点，四个点点。归记占主单，先预先芒果，哦耶，芒果多料哦，可以哦。接下来我们来数个品项哦。塑胶袋60的话要拿十颗骰子，11颗，4、5、6、27，先给大家看一下哦。那你也数一起啦，我先再骰。60，哦，数字很大哎。38、38跟27、25、26、27，冰脆柠檬，0分糖，0111111。全糖，不太对耶，面全糖，来温度，多冰，正常冰，哇哦，6耶，6是去冰，哦去冰，哦对，倒数回来了，全糖去冰，来，再来，我要加点，6，寒天，换你啦，来到27了，对，38。芝芝金萱双 Q 哦，感觉蛮好的耶，这是很多人喜欢的品项哎。全糖，这五，好了，8分。哦哟，来冰量，尾冰，哦蛮好的，来要加吗？加一下吧，加当然加，拜托。1、2、3、7，绿茶冻，哎很好哎，这黑感觉还蛮不错喝的。对啊。各位，我们的饮料到了。刚刚有发生一些小插曲，订的时候手滑了一下，帮他多加了一个寒天。绿茶冻，哎，很好闻。而且我们重点是你是芝芝金萱双 Q， 就原本里面已经有料，但我们刚才点的时候我没有发现这件事情，然后我们还很开心的在那边筛，所以现在有四个料：双 Q 加绿茶冻，再加寒天。太甜了呢，完蛋了，全糖哎，真好甜哦，而且你咬到料的地方就更甜。寒天是我最讨厌的那个料，我应该在我影片里没有讲过哦。啊，好甜，但真的是柠檬，没有到全糖，你们可能会觉得太酸。你喝看看，这不是什么最好的，它是太甜了，而且它咬到料的地方巨甜，哎，它有芝芝哎。你有在喝芝芝吗？超甜，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那个甜度，那就比糖果还要甜呢。那个野果好甜哦。下一段时间我们就边喝着我们的超甜甜麻果，然后工作。不知道待会会不会变蚂蚁人。OK， 我们现在来到了宁夏夜市，好久没来了，整个都变了耶。对啊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搭上那个棚。然后现在的时间呢是，哇哦，已经9:30了。对，我们在这边呢，我们就直接先拿两颗骰子来骰，如果中间想要再加骰子跟减少骰子都 OK。没问题。理论上就是希望一人两轮啦，总共4人把它玩完，是个试摊呗。对，好了，走了 ，Go。它只有一条路，所以我们就左右去数哦。来。6788，所以是起司马铃薯，起司马铃薯，这个起司马铃薯。那它总共有13个品项，马铃薯就好了。13，青花菜口味没有了，所以我再筛一个。13、14，来，都要回来。第一个，14回来到第一个，他们最招牌的口味是什么呢？王子粽。哦，我已经心心念念很久了，你知道外面很多都是真的，就是他们家才是有先炸的。好对，是从前那个他吗？是记忆中的那个味道吗？哦，满满的起司，然后我们挖一下里面那个内馅哦。哇，看这里面，哪
没有位置，就这样。快点，两颗骰子。啾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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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六，跟哪一颗没有差、啊？好、啊，走吧，走吧，来，这里，这里，这一，好来，一。小心扒手！再见了、哦。对，六六。一二三四五 ，OK， 没问题。来一颗彩，至少不要踩到五吧，让我有点东西可以吃吧。三二二哎、欸，好碎哦，二。去吃咯，来混大混啊，很烫哦，很烫，有臭有臭，很烫很烫，有臭就给分，嗯，很烫，哦，肉觉得好酷哦，你现在很奇怪，很烫，来试一下泡菜。哎、欸，这样我刚刚表情看起来不太妙，看起来超难吃哎。就是因为台式的那种泡菜就会有点酸酸的，咬下去会喷汁那种。它就是一般的台式泡菜，我觉得这一道菜就是蛮道地的那种台湾炸臭豆腐，来自己讲得非常委婉。好啦，是真的好吃，是真的好吃啦。好，泡泡菜，喝的喝的，来个喝的吧，果汁。三而已。那我拿两个伞干嘛、啊？我今天要想办法走完这条街，自己给自己的目标。好，来来。我们要数过来，第三间就是鸟蛋，然后鸟蛋有原味跟起司，不然起司偶数，原味奇数好了。好来。基数是什么？原味，原味。好。妹妹，快点，你来咬一口。很烫啊！你家的梅粉，我第一次吃。哦，蛮好喝的，很油，但是里面空气感很重。它的蛋黄超黏的，是很不像蛋黄，不会卡喉咙。梅粉我觉得可以，大家可以来。我很好奇它那个起司，哎，这间我觉得大家可以点看看，然后也不贵啊，30块。啊，拿了棉毛，手很酸。哦，你要我拿。因为太想推进游戏进度了，所以我们决定再多加一颗骰子。希望这次呢可以发挥到三颗骰子的功效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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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噔，六七八九十一。来，走去数。是啊。啊！有一个鸡肉饭呢。啊，主要是糖葫芦。十个，我们用两颗来猜。来。六七八。好。八个。六七八。哦，苦瓜排骨汤，我超讨厌苦瓜的，可怜，可恶，不好意思哦，人家打烊了，打烊了，哦，很想吃怎么办？很想吃苦瓜怎么办？没关系，我们去吃糖葫芦。来，四，咸渣就是咸渣，我要35块的那个。来，我也想要一只，所以我来筛。但我真的很讨厌咸渣，拜托不要死，什么都好。啊，五是什么？好甜的感觉哦。啊，好烦哦，完了，这很甜哎，我不喜欢。拜托不要死，什么都好。口水差点流出来。面线本身就已经很甜了，然后还裹个糖衣，疯了吧？我不行，现在我也觉得很难哭。那我本来就喜欢吃鲜渣的啦。嗯。
各位啊，快十点了，十一点已经已经快十一点了，真的要玩下去我们会疯掉。所以呢，我们再加一颗骰子，总共四颗，来换我。我们刚到糖葫芦，哇，不争气哦！快点点，七点，才七点。哎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大家去看那个饮料路跑哦，第二集，大家去看饮料路跑第二集。绝大部分每集都是你在雷。走了啦，走了，七点啦。完了，完了 ，barbecue 啦！因为我们现在只有点饱了，然后我们也不想浪费食物，所以我们决定点那个章鱼烛。但是我们还是得骰嘛，所以我们来骰一下它的口味，总共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个。好，来。八，最后一个口味台式辣味 ，Oh my god， 辣味！你一开始在前面那边乱立 flag， 说什么要走完这边，现在逼不得我们，就是觉得要走完才会有圆满的一天，不然这样回家会提莫减不睡不着。然后呢，给你四颗骰子，你又给我骰七，这种两颗骰子就可以完蛋。让我骰气就算了 ，OK， 让你骰个台式辣味，你又不敢吃辣，那这个东西就是我吃的。没有错啊，就是为你着想，我怕你饿到。这个东西很不错哎，来，他帮我们切了一块一块的哦，看起来很美味。他一直在冒烟，然后感觉都超烫。哦，辣吗？还好吧。好酷哎，很香，对不对？嗯，其实它不辣，很有嚼劲。目前我在口。微微而已，而且它是跟那个九层塔一起那个烤的，火直接，它那个九层塔味是你咬，即使没有九层塔，但那个香气都在。嗯，真的好吃，但它可以买了，这间叫鱿鱼网。嗯，那鱿鱼都不便宜啊，一个都要上百块，但是蛮厉害的。我觉得好像可以，如果你要跟朋友一起喝酒的话，可以当下酒菜，不错，因为它还够咸，很香，然后一直嚼，我还没嚼完。啊，六颗。不然在晚上已经十一点多了，六颗，已经十一点多了，全部弄好一，快点骰，我们骰到天亮啊！反正我们呢，只要骰超过最后一间，我们就是最后一间，然后 over 今天，拜托。好，应该是一个不错大数，这应该是六吧，这应该是六吧？哎，六，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二、一，好，算是一个像样的数字了吧？走走走走走。二十一，来，它只有小份跟大份，那我们要奇数是小份，偶数是大份。奇数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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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吼吼，一耶！好，来来小份小份。好想回家哦，真的好想回家。我哥这样不用了，这样就够了。我们其实已经快要到那个食物的尽头了啦。对，我们两个核心协力，核心协力，我们两个核心协力这样子，希望可以骰出一个好结果。三骰子现在在你手上，你在情绪勒索我吗？好啦，现在红绿色，三三四，还好还好还好，来来来来，二三啦，二三。十八，有了，我们超过了。十八是土托鱼，然后我有超过十八，所以我们结束了。再买一个土托鱼的就好了。好，我看一下它有几个品项。来，要吃啥呢？这边十二个。总共十二，我们就拿三颗骰子喽。少一点，少一点，少一点。三四，一二三，咸酥，好，好像可以。好，来，刚刚那个黑轮片一起吃一吃哈。哦，就薄薄的，然后很有嚼劲。哦，这看起来很好吃哎。好香哦，咸酥鱼的感觉，好脆这个。好，终于结束了，吃完了。真的
在的时间也已经11:30了。Oh my god！ 就这样子，感谢你们的收看，我们要回家休息了。想看下一集的话，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，就会拍下面好多集。对，就这样子，耶、yeah ！毛死了，拜拜。